好，今年很多的公司都恢复了实体举办的尾牙餐会，台南奇美医院暌违三年也举办了忘年会，而且是在户外办流水席。这家户医学部的主治医师陈志金就在脸书PO出了板斗的空拍照片，桌子光是一楼摆不下，连停车场二楼也都摆满，场面很壮观。看到这个流水席，网友都说第一次看到这忘年会办流水席是跟上时事吗？感叹难道这就是道地的饮食文化？ 而这陈志金医师呢，也PO出了影片，向大家分享如何轻松打包。只见他双手伸进塑胶袋，快速的一把抓起米糕，还强调手没有接触到食物哦，请大家放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